鹿港天后宫每年都会宴请鹿港各宫庙做伙联谊互相交流。二十号暗时，伫庙前的广场宴请鹿港五十几间的宫庙，并且向大家宣布，伫为县长甲立委段宜康、黄秀峰的努力之下，天后宫原本无去真侪年的土地，已经顺利退回来好消息。来自鹿港各宫庙一书代表来到天后宫广场做伙交流联谊。鹿港天后宫每年都会宴请鹿港各宫庙做伙联谊交流，今年也特别在庙前的广场举办，庆祝已经放弃真侪年的土地，顺利回到妈祖婆的名下。啊，今日啦，为什么办在庙口吼？头先有人在甲我问吼，啊，这有两个意义，头先是因为咱联谊嘛吼。那么第二项上大意义，就是因为鹿港天后宫伫咧民国二十年、三十年啊，咱鹿港天后宫600多平的土地。去予政府啊，处分去有300多平，要将400平土地。那么在座即马做的所在吼，拢是去予政府当个是日本时代吼，甲民国30年中间个孙去移设土地。那么第二个呢，魏馆长就职了后，咱个定情吼，伊来甲咱斗设计，甲咱斗处理吼、哦。所以讲今仔个土地啊，全部啊，拢已经啊回归到妈祖婆的圣座之下。大家有欢喜无？好啊！所以咱今仔日啊，鹿港天后宫头一遍来办餐会，办伫咧咱庙埕，就是别具有意义，就是在这一次。哦，而且我们要来感谢咱魏县长吼，即几年来替咱天后宫吼来甲咱这土地啊，定情的一寡法令的改税啦吼，各方面吼，伊来甲咱做斗三工以外，啊，上主要这土地已经经过12年外咯，12年外的这段时间，很多经历的艰辛路程，当然。当初是来拜托这个王姓的陈秀清陈立伟吼，到尾啊，伊王姓了后有停顿着几多年，吼、哦，就到咱魏院长了后，后来那个定情，那魏院长嘛非常的帮忙。那么啊，搁有两位长官吼，啊，今仔无来到现场吼，就伊就是段宜康段委员，吼、哦，这个代志伊嘛甲咱足关心的。啊，搁一个彰化的立法委员叫做黄秀芳黄委员吼，因、哦、两位啊嘛甲咱正关心。啊，所以今日土地啊，经过咱县政府、甲跩立法委员吼来，法律咨询、甲法律学术吼，啊，所以讲今日土地啊，会当恁真经过七八十年后吼，咱土地搁转来到妈祖宫吼，伫天后宫吼的名下吼，啊，这是非常吼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。啊，而且今日啊向各位报告吼，啊，报告讲啊，这土地的问题伫我，啊嘛真感谢吼，啊，这一年来咱跩各游宫的跩中心时段吼，对咱鹿港天后宫的支持、甲爱护，互咱天后宫啊，啊，甲咱各游宫啊，会当为了咱鹿港的哦，不管是文化，不管是观光，来互相来努力来拍拼。馆长表示，鹿港天后宫伫彰化是一间历史上悠久的妈祖庙，伫妈祖的信仰上有真大贡献。即马伫广府积极推动之下，相信鹿港将会愈来愈欢迎。天后宫吼。啊，是咱彰化县会使讲是历史上悠久的一个妈祖庙吼，啊，所以讲会使讲是领导咱遮悠宫悠庙啊来服侍咱的这个妈祖，和咱的妈祖这个信仰伫民间啊吼，会当得到咱遮乡亲时代真正虔诚的这个敬拜，啊嘛妈祖拢保庇咱地方，拢会当平安顺遂。即届总共有50多间的宫庙参与联谊，透过互相交流，增加之间庙宇的推动，嘛增进鹿港的能见度。新竹发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